人一善，台湾也曾经推动过一人一善。在马来西亚很多的菩萨，他们呢走入慈济，慈济过去如何走过来，慈济人如何表达在社会，他们呢也都是这样把爱的能量就按那拉过去，身体力行，口说好话，口口相传，善法相传，而且人人互动，善行互动，这都是善啊，社会呢才能真正的祥和，那就可以社会平安祥和，很自然呐、啊，这样的气氛呐、啊，就成为了大自然。这就是善的循环。菩萨们，这就是人间多少老弱妇孺等待的有心爱心人。这就是他们的希望，所以人间啊，要多呼吁菩萨招生，好心人多一些，有人有力，让许多的需要帮助的人得到帮助。时间会过得很快。孩子们呢，他心灵会记得当初有人给米、给菜、给物资、给帮助，相信那一些孩子长大了，换他们会给物资给别人，让其他的孩子温馨的入睡。这都是一代善传一代啦，一代穷，那接受到了，那就转贫穷啦，为富有爱心。将来换他的爱心物资给别人，这都是爱的相传。所以文化要说法传法，所以呢得善啊，善已得啦，我们还要再传传传给每一代人啊，都有法，有善法。善法就是公显化，还要身体力行，成为典范，做回看，这就是菩萨，菩萨招生啊。